在菩萨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。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处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知亦无得，亦无所。Sankate, Bodhisattva